刘洪光大师带来阴阳结合的八极拳和柔术。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顾欣大师带来以掌代拳的八卦掌。最后我们将欣赏到林威健大师一段精彩的杨氏太极拳表演。让我们一睹中华功夫的魅力吧，掌声欢迎他们。请欣赏。
多久了？啊，我从六岁开始习武，在这个中国河北省邢台市，然后骑车呢，然后后来进入到这个河北师范大学学中国传统武术，叫民族传统体育，后来又保送研究生，直接升为这个武术的专门研习武术的教学与训练。那后来有幸就来到澳大利亚了嘛，就是中国文化的宣传。那讲讲你来澳大利亚，你是做学习呢，还是做研究，还是做？我其实来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就是想法呢，就是想把中国的文化去宣传，能够让中国文化去影响世界，让中国就是文化能够去给世界带来很多的益处，比如说像身体的健康，像这种饮食的健康和结合这种运动的健康。那后来很有幸呢，就我就来到澳大利亚呢，就悉尼呢，就进入了这个金融体育协会，然后又在里边去请教，然后正好和大家能够交流，非常荣幸。太棒！其实我刚刚也听到你说，就是我希望你希望用你自己的这些来宣扬中国文化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这次办中国文化节的一大的一个目的之一了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中国文化呢，必须得像这种文化的宣传呢，首先以这种，比如说从形式上，从这个像武术、音乐，还有一些这种书法，还有一些饮食，这个表面的去一个表面的一个表现，那再从深层的话，就让国外人了解一下中国的一些哲学这种思想，慢慢的就成为这种中西结合了以后呢，让国外人真正的去了解中国，去认识中国，他们就会对中国的文化更加的了解。说得太好，谢谢。谢谢。